能不能试？哦哦，可以。你还是有基础的啊，夏老师。哎，咱们毕竟考体育的时候篮球是满分。来个三步上篮呗。这真不会，这真不会。很简单，你先演示一个三步上。真。就很简单，就很简单，就很简单。不必不必不必。有点，对不起，再来一个。我炫技，怪一点。就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三步上来，能做到免扣吗？这一下提的好高啊，要求。我能摸框吧，但我就是今天鞋的问题。这个鞋的问题，你多高啊，大哥？鞋的问题，鞋的问题。没有，裤子，就是好久没，主要好久没运动了。我想换个衣服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比较喜欢自然一点。自然一点，就是说外向一点。你都给我干嘛呀？所以上一季一些学姐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类型？我觉得性格方面，我肯定喜欢刘子萌学姐。哇！哎，那她就是比较接近的，那就夏老师。夏老师比较接近，是很接近，很接近。就你这种呗，夏老师咱这种。谢谢，咱们是一个话唠，好吧？夏老师这样子你喜欢吗？夏老师这样子你喜欢吗？哇！有人会说不喜欢吗？这种情况，但他这种直接反而不会那么尴尬。谨慎回答啊，谨慎回答。没事，随意回答。我觉得这个性格很招人喜欢，很招人喜欢。谢谢。谢谢、夏老师这种就很容易把人当哥们儿。哥们儿，对，是的。谢谢您。就生活中你知道金晨也是这样的。是的，谢谢。没事。是，哎呦，真的挺痛苦的，不能这样，改改吧。很招人喜欢。行。稍一会儿。我们来比赛吧，要不？对俩。要不斗牛，谁赢了谁跟我们夏姐来一局，谁赢了谁跟我们夏姐来一局。啊，可以。对嘛，篮球场感觉比较欢乐，感觉他们。可以，那我先发。battle 直接就开始了。开打。会打的，这战斗力已经爆棚了。那倒没有。哦，哎，球，这人打得不错哎，别满意。好球！绝杀！想得真不错。放水了。哪有？怎么可能放水？我可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输给了他。来吧，夏老师来。这咋打啊？你就是运球会吧？但是我又不会防守啊。没事啊，我你肯定防得住他。懂我意思？那不一定。咱就是说，虽然，哎，行吧，行，
算，咱们赢一个了啊！1-0，干啥呢？你来当裁判来了，真有意思。这是个实在男孩。对，你上来。哎哎，小心！小心！哦哦哦！啊！痛啊！正中。糟糕，这叫做用脑子打球，这真的用脑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OK。完了，我不。没事，那错开。今晚是不是就没有留言了？昨晚也没有，好吧。那咱们就考虑一下了。突然感觉我变得多余起来了。你才感觉、啊。想走。来，1-0。夏老师属于是一个已经砸懵了啊，真没事吧？真没事，真没事，稍微有一点点痛感，但是还可以忍受。太可爱了，这个男孩，转回来。但他们三个性格都好好啊。对，性格挺好，看着会让人觉得很开心。真好，这真的很开心，这是真的开心。这人太好笑。这不得走一个霸王步啊！我去，这能好吗？他心太大，就是脑子，哎，盖人家女生像高兴成那样啊！然后晚上到最后，人家不给他留言，他又撅个嘴在那发脾气，撅个嘴。哎，我要开始认真打了，齐老师。哎、别再又砸人了！哎呦，差一点！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站，你应该站，对，你应该站进来了，你站进来了。我站太远了，是我的问题。1-1，来，好球，没进。哎，你应该往中间走点。你把球给你，嗯，是你，拍一下。对，好，带着你抱住我，一二，然后抱起来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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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得再盖他一下，非常非常照顾这么一下，你再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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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尊重祝福，笑学了 ，OK， 你们要不要打一下你们俩？没事吧，刚刚？好。哇，我最期待的卡丁车。哎，哥哥是一个人吗？哥哥先到这儿，看看有没有人来。这么热天戴个毛线帽。毛线帽，一会儿不得。其实我觉得哥哥更帅一点。我也觉得哥哥帅一点。哦，小吴，小吴，小吴，天哪！Hello Hello Hello， 哥哥跟弟弟打招呼的第一句都是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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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他们俩很多地方很像，是不是没有想到是我呀？啊，想不到，我想不到。嗯，好吧。你要不要换下衣服，在这里。嗯，好。你等了很久吗？还好吧。那你有没有猜过？小吴很喜欢去聊这些。小吴就很想知道我来了让不让你失望，或者让不让你高兴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猜过。这个太难猜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那你本来希望是谁来？哎，你看哥，你看哥哥已经大脑飞速旋转。也没有希望谁吧？没有吗？一个不会讲话，一个疯狂的问这种话。嗯，好吧。可是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他都没有想。哦，他肯定有想过。他想过，但是没想到是小吴，所以他就答不了。是的。你稳住。稳得住，稳得住。你稳得住。
好热啊，这个赛车服。